自焚都想逼你现形，承认责任。爱你强如毒瘾，然而一次地震破坏掉全部信任。我为你无知地献出错吻，甚至。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
接受你都我便未到我纯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是和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我劝你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再会期望福到好心到急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纵别墅的比赛神明未抱着你爱人魂便更应该爱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抗争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欢迎大家收睇 Chill Club， 今日我哋嘅嘉宾有 DJ 阿 Joe 同埋 Mike， 欢迎晒。Hello，Hello。喂，啱啱听过 Melody 咧，就系由 DJ 你哋负责 rearrange 啦，相当之好听嘅。咁但系想问一下啦，就系、是、呢个组合应该系第一次合作嗬？系好玩同啱我 Melody， 其实有哋编曲啦 ，DJ 编曲其实成件事都好正，我觉得。Rock 啊，突然间。即系嚟紧有啲咩新动向可以透露一下呢我就嚟緊會做我第一隻 EP 啦，咁入邊咧有幾首歌都會係由我自己去編曲嘅，咁呢個就即係第一次去嘗試做呢樣嘢，咁所以都要請教阿 DJ， 因為我唔識編曲嘅，哦，咁勁，哦。真係請教啊！係鏡頭前面問咗就係㗎啦。咁我都係開始製作緊我自己嘅人生第一隻 EP 啦，都係咁就係耶。咁啊，其實但我都好想嘗試下就係夾 band 啦。咁我都想請教一下前輩。
系我哋今年好多新歌会出啊！哦，咁样哇，即系呢个婉拒嘅方式亦都好直接嘅。系啊，我哋今年其实已经录紧应该差唔多录完嚟紧出呢一只啦。跟住其实今年都谂住出多几只嘅，即系希望可以出到四五只歌咯。今次系大家继续努力做音乐啦。咁我亦都继续期待三个单位嘅作品啦。多谢，好转个头继续超级。歡迎翻到嚟超級嗱，頭先都講過 DJ 你哋會演嘅你哋嘅新作品啦，就係、是《地球空心論》，亦都揾埋 featuring 嘅 Ian Hyson， 歡迎曬。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首歌曲咧？咁首歌其實都係少少勵志，即、就、係、是、鼓勵大家有好多嘢你覺得唔可能嘅，你就係要 prove 俾人睇你可以做得到咁樣。將不可能做到可能。咁跟住 rap 嘅部分就我哋揾咗 feature 咗 Ian Hyson 非常之出色的一個 rapper。系，咁啊，不如唔好讲咁多啦，直接听你哋演出啦，好唔好啊？好啊，好，一齐听下啦吧。也许有一种人，世间要他清醒；也许有一种人，世间要他安静；也许有种可能，最优美的风景在深奥。你要看得。公布2022年第九周超级推介榜十首上榜作品。第十位新上榜，许廷铿《修罗场》。Alfred 话参透佛系人生嘅哲学前，必先要经过一啲修炼，明白世上一切都有平衡。
是不是很圆呢？听下这首歌你就明白了。第九位新上榜 Ian 陈卓妍，留一天与你诠释。 Amy 请来文青女神袁丽琳一起演出，两个人扮演精神病患者逃出病院，画面够晒浪漫的，听歌之余记得留意 Amy 了。第八位新上榜叶巧琳，难道我还未够难。今次是 Misha 首次同 Wyman 合作， Wyman 在这首歌里面加添了黑暗元素，告诉大家听，就算有几努力都会有感到疲倦的一天。第七位，上个星期第十位，今周上升三级，泳儿叶落冰川。第六位，上个星期第八位，今周上升两级，吴林峰谢千彤，我也难过的。嚟到第五位啦，上个星期第九位，今周上升四级，周国贤身后身。谁在点起一盏灯？谁感激多？第四位，上个星期第三位，今周下跌一级啊！卫兰 ，Little Miss Janice。第三位，上个星期第四位，今周上升一级 ，Fat Boy Dear Mama。第二位，上个星期第六位，今周上升四级啊 ，Serenity 树。第一位，上个星期第五位，今周上升四级 ，Tonic 再见止痛药，恭喜晒啊 ，Tonic！ 大家好，我哋系 Tonic。系啦，希望大家喜欢《再见止痛药》呢首歌啦。首先要多谢嘅系我哋嘅监制 Adrian Chan 啦，亦都要多谢田字嘅钟雪。最重要，最重要系多谢 View TV 同埋喺电视机前面睇紧 View TV 嘅你哋。我哋会继续努力，希望大家都可以欣赏自己嘅伤痛，继续行落去。嘴重，忘记哀伤，先算英勇。无奈缺氧，在我胶袋中失控，还要掩饰一刹惊恐。记得笑，不要触碰。二岁的我极痛，无能发觉，无能发觉。原来流雨冷血受热。水草太凉薄，拉扯我，谁松绑？止痛药我需要用到吗？一话算确实留疤，光线下我想要淡化它，可以吗？就在间只会抱着吉他，和弦轻轻扫，镇静我吗？温暖地挨过。唯有跟队埋葬懵懂，才至少收获赞同。然而内疚到划破手臂有裂缝，条纹状若错别怕痛，人就要思痛，渗点血。抑压加重，坏细胞不免内讧。无人发觉，无人发觉。原来结果脱壳堕地也有知觉。除枯萎在你信心灵泥土中渗透，缓和静痛在困惑里被勇气。平地止痛药我需要用到吗？一般挂算确实留疤，光线下口怎看着似花？不错吗？
就算間只要抱着吉他，無聲音也震撼我嗎？温暖地捱過，是嗎？誰不再挑的各種痛若我需要用刀吗？伤心也好，托着回家，过线下也不要淡化它，泪落流吧。惆怅得只要抱着吉他，和弦轻轻扫，慰藉我吗？心碎就由我。好开心啊！今日我哋超级翻到嚟，我哋嘅嘉宾阿 Jude 同阿科啊！好啦，唔好餐饭碗啦，今日你系被访嗰个嚟啊！喂，两位今日都带咗你哋作品上嚟啦，不如介绍下好嘛？其实傻瓜机呢首歌咧，就系我同高露一齐写嘅，但系已经系作好咗四五年到噶啦，咁终于有得推出俾大家听啦，就系因为今年个方向系都系行翻我之前嗰啲风格啦，比较 rock 翻少少嘅，寻回原本四五年前嘅自己。I'm back, I'm back。其实2022年啦，其实我都好想就系做一啲可能特别啲嘅曲风送俾大家咁。但係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咯，咁其實可能就未必係一個咁適合嘅時候，咁所以啲收到呢首歌嘅時候都覺得啊，都可能係一首幾好嘅 moment 去推出啦。咁其實呢首歌嘅深層意思其實就係希望大家可能有好多環境啊因素去影響，令到大家可能喺生活上或者心情上都好壓抑，就呢首歌希望就一個陪伴咯，同大家。聽完你講之後咧，不如我哋聽翻阿 Jude 唱咯，好啊，好嘛，都好啊。咁啊，我係咯，交俾你咯，好，好好好，多謝。Yeah.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罪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
太逼真的我好似着，太坚忍的隔膜围着，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手般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的那些心酸奇恨，这角里发觉又漫画演奏一场，用笑话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滋养，陪我迷上荒漠，越过幻变山丘，就快乐谁伸手？何事小魔咒？那片和谁星斗？云雨来看清楚，还记着世纪多繁琐的争斗。把将时间沙漏，十秒内看清楚。妖精于铁路外像，有魔女沙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一世就结霜冬夏，跟我思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痴情于我身下。我约定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你几多惊讶，陪我迷上。世界。
虚假的到底怎样辨认？假使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相信。我说你更开心，不够浪漫。
再次多謝 DJ， 多謝阿 Jun， 多謝 Mike， 仲有 Ian Hyson 上到嚟我哋超級同我哋玩咗咁多首好歌啦。揾工作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有唔同嘅歌手咧上到嚟同我哋繼續玩過噶。喺時候講最後六個字，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